晚安，欢迎收看1月19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炎黄春秋杂志呢，最近刊登了文章，影射江泽民的前秘书涉及腐败，中共是否开始要打更大的老虎呢？记者东方将有最新报道。另外，中国国民党在今天正式迈入朱立伦时代，国民党能不能够东山再起？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请安华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好的，玉文，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国际要闻。欧盟星期在布鲁塞尔举行外长会议，那么此前法国发生了致命袭击，而比利时则发动了反恐突袭行动。欧盟外长将商讨一系列选择方案，欧盟准备下个月举行一次特别峰会，专门讨论反恐问题。比利时司法部长吉恩斯表示，上星期恐怖袭击的涉嫌策划者仍然在逃，这让大部分欧洲地区星期天处于高度戒备，气氛紧张。吉恩斯说，嫌疑人并不包括在希腊被捕的四人当中，据信嫌疑人已经逃离希腊，但是比利时检察官仍然计划要求希腊把他们逮捕的四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引渡到比利时。这四个人是因为和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有关而被逮捕。胡塞叛军和也门政府军在也门首都哈迪总统官邸附近爆发了冲突。目击者说，星期一的战斗发生在萨那，双方使用了重武器和炸弹，平民纷纷逃离。在发生暴力的几天前，胡塞叛军绑架了哈迪总统的幕僚长，商讨起草新宪法的会议因此呢被迫中断。去年九月，什叶派叛军开进首都，并且签订了一项有关组建新政府的协议。此后叛军一直控制着首都，但是萨那和也门其他地区继续发生暴力。胡塞叛军和包括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组织呢，在也门是争夺权力。自从也门长期领导人三年前被赶下台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动乱之中。中国股市星期一暴跌近8%，创下了6年多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上周五，中国宣布规范委托贷款及融资融券业务。上海和深圳股市星期一开盘反应强烈，近200只个股触及跌停。除了中国监管当局的整顿消息之外呢，市场忧虑星期二即将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可能会创下新低。卡麦隆官员说呢，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星期天从尼日利亚越境对卡麦隆进行了突袭，绑架至少60人。有关官员说，试图阻止激进分子的几个人被打死，大约80所住房被烧毁。那么喀麦隆的信息部长巴卡里说，绑架者野蛮无法无天，并且表示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的杀戮行为。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的联邦假日，纪念著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的诞辰。密苏里州的福克森以及纽约最近几个月的一系列事件之后，这个节日对许多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来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记者瓦格纳发来的报道。要是马丁·路德·金还活着，他对密苏里州福克森的迈克尔·布朗以及纽约市的埃里克·加纳之死将会发表什么意见？对其后发生的愤怒和示威将怎么看？这两个人在与警察对峙并被打死的时候都没有携带武器。我有一个梦想，我的四个幼小孩子有一天能够生活的国度将不再以肤色，而是以人的特质内涵取人。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发表于1963年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大游行，那个讲话是结束美国种族隔离、建立全体人民平等人权斗争的标志性事件。上个月出现了另外一次华盛顿大游行，成千上万示威者在美国首都要求为布朗和加纳之死伸张正义。这次示威和平进行。阿尔维达·金是马丁·路德·金的侄女，其父德金也是一位民权活动人士。他认为大陪审团没有起诉与布朗之死有关的那名警官后，弗格森发生的暴力抗议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弗格森的示威者说，各位警官，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阿尔维达称弗格森出现的那句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口号太过激，并说只有和平抗议活动才能够产生积极的结果。他回顾了1963年自己家遭炸弹爆炸的那一天。我记得爸爸当时站在车顶上，民众都希望采取的行动和弗格森的民众一样，他们想掀翻警车，投掷石块，想采取非常暴力的行动。我记得爸爸站在车顶上，手拿着麦克风，他说不要闹事，不要暴力，我和家人都安好，请大家回去吧，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一些对抗议活动提出批评的人认为，示威进一步加剧了针对警察的敌意，因此可能导致了两名纽约市警察拉莫斯和刘文健被杀。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有关种族歧视问题的平和讨论。马丁·路德·金的侄女阿尔维达说，看到那条黑人性命也同样重要的标语之后，我认为黑人的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那一刻，无论他们是病死还是老死，无论他们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受过教育还是社区当中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有黑人的生命，所有人类的生命都非常的重要。为纪念这个节日，许多城市将举行游行，圣歌从全国各地的教堂传出。为了将美国人团结起来，美国民众，其中包括总统及其家人，这一天将参加一系列的社区活动。阿尔维达说，看到这个国家和平与团结，这就是他叔叔的梦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法格纳新闻报道。国际发展和救援组织乐视会说，世界上1%最富有的人明年将拥有全球大部分的财富。乐视会警告说，目前世界上每9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吃不饱，10亿多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25美元。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带您聚焦中国。中国的感言杂志《炎黄春秋》，他们在今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揭发了原中共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贪污腐败的内幕，而其中呢，直接点名了前江泽民办公室的主任贾廷安。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炎黄春秋》的网站给撤下来了。但是呢，它所引发的讨论并没有停息，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打老虎已经开始指向江泽民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了解有关的情况。现在跟我们谈一下这篇《炎黄春秋》的文章啊，先跟我们介绍是谁写的，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原中共中央军委这个总后勤部基建营防部的部长张金昌。引发关注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影射了江办的主任贾廷安。江办呢，也就是中央军委啊，这个江泽民办公室的主任贾廷安。那么这个文章中，张金昌的文章呢，是发表在《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上，他揭发了被判无期徒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贪腐的黑幕。文章的题目是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这个文章呢，并没有直接点名贾廷安，文章只是说这个道德败坏啊，品质恶劣的王守业能够在1996年升总后基建营防部的部长，2001年再升海军副司令，是因为他利用了老乡的关系和时任中央军委领导的秘书某某某打得火热，亲如弟兄。那么这个所谓中央军委办公室这个秘书啊，中央军委领导的秘书某某某呢，被海外的媒体
患者就说，这明显的指的就是贾平安啊，玉文。是，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影射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最新发展，就是《炎黄春秋》这篇文章已经给撤下来了。那么媒体也报道，《炎黄春秋》的总编辑杨继绳也证实这是上面要求的。那么外界是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发展呢？那这是否也显示现在这个反腐的这个矛头开始指向更大的老虎呢？目前呢，《炎黄春秋》网站上它有一个叫文章精粹栏目，那么这篇文章已经没有了，被撤销了。从本期目录上看呢，也没有这篇文章，目录里边没有列这篇文章。但是新浪啊、博客、搜狐社区等等中国大陆的门户网站呢，原来有这篇文章，也把这篇文章呢进行了消除的处理。不过呢，我们现在搜索读后感，有些听众观众看到的这篇文章写的读后感还存在。炎黄春秋的总编辑杨继绳在回答外媒记者询问的时候啊，证实已经撤稿，说是上面要求的。这个上面啊，据推测呢，有可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意见。那么贾平安的身份非常特殊，他长期担任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秘书，也是江办的主任，目前呢仍然在职，仍然是总政治部的副主任。虽然文章已经被撤除，那么这篇文章里边所透露出来的能够发表本身呢，就透露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最近呢也连结爆出了和中共领导前领导人江泽民有关的新闻，比如说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最近退下了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职务。那么海外媒的媒体也报道说呢，这篇透露另一篇啊，另一位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秘书与腐败分子打得火热的文章，犹如一声惊雷，再次震动了中国大陆的舆论坛。那么北京时间1月17号，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旗下的一个微信公共账号开题便直接点名说，有比周永康更有分量的大老虎即将现身。我们来看看这个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说，历时3天的中纪委18届五中全会虽然已经落幕，但是围绕着2015年反腐工作的重要部署，呈现出以前所未有之势不断展现出来，种种迹象表明，要取得反腐的胜利，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即将来临。嗯，或者说是有比周永康更有分量，可以让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的超级老虎即将出现。那么谁是人民日报所说的比周永康还要有分量的超级或者是老虎王，那么值得我们期待。是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相关的发展。那么有关于炎黄春秋这篇文章所引发的相关反应，在美国精英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看完了中共打老虎，继续我们要来看看中国民众也非常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上个月底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的第二次审议稿，并且再一次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新的食品安全法的审议能够给民众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么公众又如何能够表达自己对食品安全的看法与建议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于方强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于先生您好。哎，记者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们就先来看看去年上海交通大学进行过一个民调，当时就显示中国民众最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假冒伪劣，然后呢还有包括农药残留、过期食品还有转基因食品。先来跟我们简单谈一谈这次新修改的法案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这次新修改的法案对这三个问题都有所涉及。第一个就是规定了在转基因食品上必须要标注这是转基因食品，已经有所变化。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农药残留方面，已经明确了，就是对于国家要尽可能的减少有毒和剧毒农药，但是并没有像之前期待的那样说要完全禁止这些剧毒农药。是。那么在针对有关于假冒伪劣或者是在这个执法力度上是不是也要增强呢？对，最新的一次这个征求意见稿上面
它也大大增强了对于这种假冒伪劣商品的处罚力度。是，那么继续于先我们来看看，同样的也是上海交通大学这个民调说，中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只有17.8%，非常的低。那么到底在中国社会大众，他们现在要如何的来向当局提出他们的建议，有什么样的渠道您可以告诉他们吗？目前的话，根据食品安全法这个修订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情况，只有两种渠道，一种就是根据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案的制定方，你可以给他进行邮寄提交你的建议，第二个就是网上提交建议，有这两种方式。是，或许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啊。那么于先生，继续我想要请教您，我们也知道这是人大常委会就食品安全法这是第三次的要来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了，这样一个频繁的征求公众意见的做法常见吗？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呢？这样一个做法的话，它并不常见，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今后将会成为一种常态。怎么说呢？因为在食品安全法2008年制定的时候，它其实只征求了一次社会公众意见，但是这一次它前后共征集了三次，分别是国务院法制办征集了一次，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征集了两次，一共是三次。是，那其实。但其实我发现，就是在此之前呢，在全国就是新一届全国人大成立的时候，也就是2013年成立的时候，他们悄悄地对全国人大审议法律草案的规则做出了一些修改。那这个修改呢，就是规定法案在拿到全国人大这个阶段，常委会审议的阶段，就要进行两次公开征求意见。是。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有关于这个食品安全法案的相关的审议过程。那么非常感谢，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于方强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除了食品的安全，在中国呢，空气污染也可以说是一大民生问题。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国，在不久前宣布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可以说给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带来了新的活力。不过呢，美中两国可以说都面临重大的挑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发回来的报道。中国的空气中经常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雾霾，而关于抑制污染排放的讨论却很少。绿色和平组织北京联络处能源和气候变化负责人李燕说， In China, the 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nsensus that there is在中国，认识到气候变化和取得共识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需要克服它。跟美国相比，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加突出。另外，在政府和领导层，没有多少批评声音和持怀疑态度的声音。There aren't so many critics. There aren't so many skeptics. 煤炭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中国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并不容易。在去年达成的协议里，中国首次承诺中国的污染排放到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李燕认为，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可能加速这个目标的实现，尽管中国严重依赖廉价能源。So it's possible that China would actually have 中国明年在下一个5年计划里可能对整个经济制定一套煤炭控制计划。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很有可能更快扭转气候变化的方向。Of turning the climate curve。在华盛顿，共和党议员认为这项协议将牺牲美国的就业，威胁中产阶级的饭碗。美国联邦参议员米奇·麦康诺说，根据协议，中国在16年的时间可以不做任何事情，而这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条款却会给我所在的州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州带来浩劫。中国对这项协议也有经济方面的担忧。北京尽管承诺在2030年之前其污染排放达到峰值，但是它已经采取步骤减少污染企业，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放慢的同时损失就业。不过李燕认为，世界两个最大的污染排放国能够达成协议，对于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希望如果这项协议的实施得以成功，会激励其他国家大力抑制本国的污染排放。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新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星期一就职，国民党可以说正式的迈入朱立伦时代。
虽然说朱立伦是以99.6%的高得票率当选，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形势相当艰难的国民党。对此朱立伦是怎么说的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方正在今天上午特别采访了就职仪式，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请方正来报道有关的情况。方正你好。玉文你好。是，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朱立伦的这场就职仪式大家也非常的关注，那么虽然说呢是一场喜庆的就职典礼，但是确实气氛也相当的沉重，跟我们谈一谈出席的人士到底有哪些，朱立伦又说了些什么呢？今天出席的这个国民党的代表的人数应该说远远的少于我看到的媒体，那媒体对这个事儿是高度关注，其中包括这个大陆的媒体，我看到凤凰卫视，我看到海峡对岸的这个福建的东南卫视、厦门卫视，这些都在，他们的这个记者在现场的表现强角度强问题好像都非常活跃。那国民党方面有总统马英九参加，有这个名誉主席吴伯雄，还有代理主席这个吴敦义。朱立伦就职以后呢，他发表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就职演说，不到7分钟，其中主要是谈国民党的问题。他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领导层与基层的脱节问题，我们听一听他怎么说的。许许多多在基层的老朋友，我们的同志感受到这几年来党对他们的疏离，我们缺乏倾听基层的声音，我们需要让我们所有的同事感受到我们是一个政党，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在竞选的过程当中特别提到开放我们的党，开放我们。是，那么方正，我们听到朱立伦除了提到党内与基层的脱节之外，他是否也谈到了国民党所面临的其他的一些挑战呢？是的，玉文，应该说现在国民党遇到的挑战比取得的成绩要突出非常多。在过去5年内，国民党的党员人数流失了1/3，差不多1/3，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从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梯队建设来看，由顶层到基层好像跟他的主要对手民进党相比都不占什么优势，甚至是处于明显的劣势。那从未来来看呢，能不能够争取到年轻人可能是关系到一个政党能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的一个根本的因素。那这点上国民党也面对着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那我们听一听这个新任的主席朱立伦是怎么说的。青年的声音，年轻的新世代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在所有的提名的过程当中能够开放，能够海选很多优秀的人才成为本党的候选人。唯有多培育青年人，国民党才有未来。他提到了除了环顾国民党内部的形势还有面临的挑战之外，我们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关注的就是朱立伦上台以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会是如何。那么过去呢，马英九政府一直强调的就是和缓的两岸关系还有频繁的经贸往来，那么朱立伦对于两岸问题他是否会延续前主席马英九的政策，还是说他另有想法呢？原来是这样的，从这个朱立伦在新北市长任上来看，他跟大陆的这个热络的程度比不上跟他同期担任市长的台北的郝龙斌市长和这个台中的胡志强市长，他与大陆的交流记录并不是非常频繁。那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简短的就职演说里头呢，他肯定了大的格局，就是说两岸在这个往来上的大的格局就是和平发展、互利双赢，但是呢他的姿态仍然是在检讨。我感觉到就是大陆和台湾看待这个经贸关系上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大陆会觉得只要有经贸它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从大陆方面来说它是一种善意的释放，但是从接受方台湾来说呢，他们目前并不是特别看重大陆赠予的这种优惠，他们可能更渴求就是说在平等的条件下互惠互利。那我想朱立伦他是阅读到了台湾的这种民意，那在今天的这个就职演说里头他是这么说的。在快速的两岸交流发展过程当中，由于两个社会差异非常的大，密切的频繁的往来
对我们整体社会心理层面的冲击，以及经济交流的在分配公平正义上面的疑虑，是我目前我们必须要严肃面对的课题。国民党一定会诚恳的检讨，同时也要呼吁对岸一同来正视这个问题。未来在两岸交流的，好的，那么方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朱立伦的最新说法，非常感谢你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有关于朱立伦接掌国民党的相关新闻还有反应呢，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上个周末有许多中国民众前往赵子阳的故居来纪念这位前领导人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记者东方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上个周末，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他们自发地前往赵子阳的故居，来纪念这位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逝世十周年。赵子阳的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么多素不相识的民众前来，这也表明了中国的民心所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所发来的报道。赵子阳故居所在的北京富强胡同路口，几十名穿黑衣的男子警戒地观察着进出赵宅的人群。有民众向美国之音反映，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软禁在家中，不准他们前来参加纪念赵子阳逝世十周年的活动。有一些访民在门口被检查政见，美国之音记者进入赵子阳故居时并没有受到阻拦和盘查，和去年相比，当局的管控明显放松。近日，吊唁者络绎不绝。赵子阳的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说，很多赵子阳的部下、老干部都来参加了纪念活动，包括前天来拜祭的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中央领导人从来不会来的，中央领导人他不会来，但是呢，就是说有退下的老同志，今天对吧？也老同志，还有这个昨前天那个田纪云同志也来了，但是也很多老同志来，但是呢，老同志有的很多也去世了，也走了，啊，人越来越少了啊。香港《明报》报道说，赵子阳在2005年去世时，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曾致送花圈，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秘书其后也曾经代表温家宝慰问家属，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子女也经常到赵家。由于六四尚未平反，赵子阳这三个字仍然是互联网上的敏感词，纪念赵子阳逝世十周年的活动停留在民间自发阶段。不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中共中央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进展。他认为胡赵是一条线上的人，胡耀邦可以公开纪念，重新评价赵子阳也许不会太远了。中央现在采取这么一个比较正确的，给他一种客观的科学的评价，这本身从我们国内来说就是个大进步。赵子阳的问题上，他就赵子阳和胡耀邦这位处境在一块儿的，他现在先走了第一步。要把子阳的问题上，他现在他还是我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吧，我怕这也是个过程。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对美国之音说，赵子阳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赵子阳活在人民的心中，对，我们永远怀念他。在为民族而奋斗的过程当中，以他为榜样，
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前来赵子阳故居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他们打起横幅标语，怀念当年要吃粮赵子阳的时代，并把赵子阳平反和中国梦联系了起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那么稍后第二小时的 VOA 卫视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欢迎您，宝生。你好，玉文。是。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讨哪些重要话题？我们第一个话题谈一谈最近举行的中纪委全会，这是三个月来举行的第二次中纪委全会。习近平到会讲话，表示反腐斗争不定指标，上不封顶，除恶必尽。那么2015年中共反腐斗争将有什么样的大动作，会不会有更大的老虎来落马，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是，我们刚才听到东方从北京发来报道有关炎黄春秋的这篇文章所引发的风波，是，或许稍后我们的嘉宾也会有一些解答。对。那么第二个话题呢，第二话题我们要谈一谈周永康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因为最近由中共控制的这一些这个媒体，包括凤凰周刊还有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都说周永康犯了很多的罪行，罗列了六大罪状，而且暗示他有可能被判死刑。嗯，那么周永康他的罪与罚将究竟会怎么样，这是我们讨论第二话题，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谢谢宝生来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也欢迎您参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稍后回来小夏看美国栏目，我们要为您介绍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明天发表国情咨文讲话，会有哪些重要内容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最近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可以说成为世界各国最重要的政治话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会晤，双方讨论了合作应对伊斯兰极端分子日益严重的威胁。而在几个欧洲国家的警察突袭了一些疑似恐怖主义地点的同时，一些国家的穆斯林也在举行集会来抗议他们认为是对伊斯兰的侮辱和攻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欧洲各国加强了安保措施。欧盟警察机构欧洲刑警组织负责人温赖特说，在极端主义分子跨越边境和使用越来越老练的手段之际，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他说，大量欧洲穆斯林立场激进，而且有武装。我们还担心恐怖主义网络现在以一种更老练的方式利用因特网招募人员，并把因特网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就是这样做的。而我们更担心的是因特网被用来进行有效和安全的通讯联络，而执法部门可能难以控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五就扩大反恐合作达成一致。我们都认识到，仅靠情报和军事部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还要合作制定战略，反击以极端意识形态影响招募和动员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从事恐怖活动的暴力恐怖主义。卡梅伦首相在会晤前对美联社表示，他将寻求与大型技术公司合作，允许政府接触高度可疑的加密通信。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权拦截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通讯，对此存在广泛的一致。这正是美国和英国现在正在做的。我们分享情报信息，这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在其他国家挽救了无数生命。
与此同时，加纳总统马哈马呼吁非洲国家携手合作，永远根除非洲大陆的恐怖威胁。我通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要求，在即将举行的第24届非盟峰会中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并制定计划，使整个非洲而不是部分地区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在遭恐怖袭击之后，最新一期《查理周刊》的封面漫画人物又是先知穆罕默德，这在一些国家引发了抗议，一些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继续，我们带您关心油价的问题。过去六个月来呢，石油价格下跌了近60%，虽然减轻了消费者的负担，但是在石油工业却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包括了北美页岩开采在内的高成本的钻井项目可以说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竞争激烈的生产商争夺市场的控制权，他们指责地缘政治导致了石油价格的下跌。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能源市场分析师多米尼克·海伍德说，原油价格的暴跌完全是供求关系的结果。美国扩大了石油生产，尤其是2014年页岩开采导致产量上升，石油日产量同比增加了100万桶。油价暴跌通常会促使垄断集团欧佩克削减产量，以推动价格上升。可是欧佩克去年11月却决定继续把日产限额保持在每天3000万桶。海伍德说，欧佩克这样做的目的是淘汰那些依赖高价石油提供资金的高成本生产商。欧佩克成员都是低成本生产商，他们在石油价格下跌的环境中不应削减产量，只有高成本生产商才应该这样做。世界上有各类高成本生产商，美国的页岩开采公司就是其中的一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能源部长苏哈尔·马兹罗伊上星期表示，产量不断上升的北美页岩石油产量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受到遏制。他们的确在考验美国和俄罗斯等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国的耐力，这些国家生产的石油几乎等于沙特阿拉伯的产量。投资银行纳蒂克西斯的分析师阿布西塞克·戴斯庞德说，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商进入石油工业，欧佩克在奋力保持市场控制权。我们告诫市场和其他生产商要理性，要像欧佩克那样着眼国际市场的增长。英国石油巨头 BP 上星期四宣布其北海运营部门裁减300份工作。在美国，新的页岩开采项目急剧减少。分析人士说，在加拿大的油砂开采项目尤其受到油价下跌的影响。许多这类项目的生产都是靠油价每桶90到110美元才能维持，所以在经济上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主要石油生产国伊朗的政府预算以每桶100美元的石油价格为基础。总统哈桑·鲁哈尼上星期表示，伊朗会承受价格下跌的经济阵痛。他似乎在指责其长期竞争对手沙特阿拉伯制造针对德黑兰的阴谋。那些策划针对某些国家的油价下跌的人应该知道，他们将后悔这样做。分析人士预计，未来一年油价不会回升，这将给一些石油生产国带来财政问题，但会减轻许多消费者的负担。 VOA 卫视新闻报道。继续呢，是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在1月18号发表了公安部门打击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专案的行动纪实。那么在当天的晚上呢，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再度传出了有试图偷渡到越南的新疆维吾尔人和警方爆发冲突的消息。那么根据报道，有其中2名维族人遭到击毙，另外一名名叫海外尔麦图准的维族人他逃脱了。那么目前当地的特警还有武警正在进行全程的追捕。那么当地警方也透露了，冲突事发地是位在当地一个高速路收费站的附近，时间是在18号的晚上8点多。当时警方用2辆小车逼停了偷渡者的车辆之后，遭到对方拒捕并且行凶。警方最后击毙了其中2人，那么其中另外一人是逃往了居民区。警方随后发表了悬赏通告，并且向市民
通过多渠道的紧急通报逃脱男子的相关特征。德国的《明镜周刊》他们披露的由美国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国的网络间谍窃取了多达数百万兆的 F-35 闪电二型多用途战机的雷达设计等关键技术的设计资料。报道说，泄密被认为是在2007年发生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时日本还有澳大利亚已经选定了该型号的战机来装备他们下一代空军。中国方面在星期一回应说，有关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中国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在国内市场趋向饱和之际，他们现在开始着眼全球的扩张。不过呢，这家公司在国际市场却仍然面对着品牌认同相关方面的挑战。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所做的报道。手机市场的神话小米，有的时候被戏称为中国山寨版的苹果，打算再咬下一大口苹果派。小米去年已经超越苹果和三星，登顶中国智能手机的销售市场。小米称王之际，距离它初入江湖仅仅3年而已。小米如今身家已经蹿升到了450亿美元，不过去年小米手机本土发货量跌幅超过20%，小米需要挺进新的市场。小米请来了安卓大佬，谷歌前高管雨果巴拉为其海外扩张领航。去年小米登陆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但几乎转瞬之际小米深陷官非。苹果公开的指责小米山寨其外形，爱立信则说小米偷了他的专利。小米在印度面临暂时停售，这样的官非是否会成为小米挺进美欧市场的障碍呢？小米副总裁巴拉说，看起来外界对于我们没有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有错误的看法，认为我们有专利侵权问题，不过这其实跟专利没有关系。事实上，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的法宝是以无敌的价格销售高品质手机。小米今年打算兵分墨西哥和巴西两路，敲开拉美市场的大门，同时挺进泰国和越南，继续亚洲扩张。小米在那些市场确实有吸引力，特别是他刚刚推出的小米 Note， 售价只有其挑战对象苹果6 Plus 的1/3。不过小米和他的挑战对象较劲儿的同时，还需要培养更多的国际粉丝。 VOA 卫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准备要向美国全国来发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不过呢，在法国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首都华盛顿等地都提高了安全的戒备。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Members of Congress, I have the high privilege and distinct honor of presenting to you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将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例行的国情咨文，而与此同时，在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怖分子的致命袭击之后，美欧各国近来都加强了安全警戒，比利时、德国、希腊等国都加大了反恐的力度。欧洲刑警组织的负责人温赖特说，现在和911时候不同。温莱特说，安保措施必须适应日益变化的恐怖威胁。他说，各国政府警方都做出了坚决回应，欧盟执法部门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以各种方式协助反恐，互通情报信息，追踪恐怖资金的来源，非法武器的来源，尤其是网上的恐怖活动。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他希望同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合作，包括美国国内的施政以及国内和国际间的安全态势等等。奥巴马总统说，恐怖极端主义无论是理念还是网络以及招兵买马方面来讲，都呈现扩张的趋势，而且渗透了全球各地，这一问题带来了很多的悲剧和破坏，但是我们最终一定会将之击败。据认为，很多国家都有秘密隐藏的恐怖团伙，而且法国恐怖袭击事件有可能让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更想要有所作为。对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要问的不是恐怖分子是否企图发动袭击，而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发动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要首次面对共和党所掌控的国会两院，同时要发表年度的国情咨文讲话。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栏目里呢，记者龚小夏就要为您介绍其中的一些重点议题。小夏你好。你好。是很高兴啊，星期一又到了我们的栏目时间了。我们先来看看明天要发表这个国情咨文，很多人已经说奥巴马总统会着重国内议题，其中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教育。他其实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这个透露了一点风声，就是所谓的两年免费的社区大学的教育，这一点引发了很多讨论。这个对于很多我们的中国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到底在美国这个社区大学的运作它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美国的社区大学是很就是大学教育中最基础的一层，有点像高中教育的延续。我当年我是在社区大学的校董会服务过，所以我就比较了解这个情况。他一般是讲比如我们州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有那个美国第二大的社区大学系统，第一大是加州。那么这第二大的系统有多少人在上在读书呢？有40多万，有时候有50万人。我们州有720万人，也就是说每12、13个本州的居民就有一个在这个学校里读书，所以这是很重要，可以想见其重要。不过呢，绝大多数人是半职，就是上个课呀，去修个半职学位，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对，这样的社区大学呢，给穷人给普及大学教育特别多的方便。同时还要注意的是给退休人员也很多方便，因为很多的退休人员回去重修大学课程就是在那里修的。是，那么当然你刚刚提到了这个社区大学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功能，也有很多不同背景的这个族群的人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渠道。但是也有很多人想知道，就是说在美国刚刚你提到社区大学其实更像是一个高中教育的一个延伸，那它跟上普通的一般的大学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甚至很多人我也听说利用社区大学来作为转入正式大学的一个跳板，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说现在高中教育完了之后呢，你直接上大学，普通的大学一般有住宿，你要住在那，在外地你不能走读，学费比较贵等等。社区大学呢就是没有住宿的，你要住在家里，你要走读。那么社区大学呢要这两年中呢，你可以就是说把他的课拉长一点，你可以修3年，你可以一边工作等等。那么社区大学跟普通大学之间是有一个衔接的，比如弗吉尼亚社区大学，我在那儿，他们就我在的时候，他们就跟28所大学签了，就本州的大学签了合约，说我们两年上完之后呢，可以直接转到你们学校去。嗯哼，比如最好的弗吉尼亚最好的几所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像威廉玛丽等等，弗吉尼亚大学是比如你的总分数 GPA 到了3.2，你就可以直接进去，而最好的威廉玛丽，你总分要达到3.6。嗯哼，在这种情况下呢，这还有一个合约有个规定啊，就是如果这些学生分数到了那个程度，学校不能拒收。这个非常重要就在哪里呢？你比如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公立大学里最好的大学之一，数一数二，是不是？那么如果你是普通其他人申请吧，你可能进不去，你分数够了也进不去。但是在社区大学里进去呢，你只要够了那个分数的指标，你就能直接转进去，学校不能拒绝。是，确实啊。那么现在据我了解，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学生啊，也看准了社区大学的这样的一块跳板。那么当然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就是钱的问题。当然奥巴马总统提出这个免费的两年社区大学教育，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觉得，哎，那这钱从哪里来？想当然就是从纳税人的身上来的。美国民众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提议，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现在钱大概是这样，估计未来10年之内呢，这个计划联邦政府要花掉400亿，而地方政府要花掉200亿，所以这加起来是600亿美元，钱是挺多的。但实际上这个钱数并不准确，就在什么呢？其实现在美国的穷人都是能够接受这个经济资助的。他有一个美国政府联邦政府有一个就是免费这个学校奖学金叫 Pell Grant， 你呢要是很穷，穷到一定程度，你一定能够拿到这个学费。而学费本身是很便宜的，就是像弗吉尼亚大学社区大学是大概一年的全额学费
就是3000块左右。所以一般来讲，这个美国民众对此接受的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多，支持的这个提议。也不见得有支持有反对的，因为大家知道，真的很穷的人都能上得起，因为这是有穷人补助。那么这么大笔钱花进去，花在谁身上？到底因为这里头没有现在大学教育，比如上公立大学，一年是10000学费，就是本州学生、外州学生30000学费。你这样就有3000学费，然后你再补过去呢，是不是就是太过分了一点？是，确实背后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做的说明。那么每个星期一我们为您播出的小夏看美国栏目，一起带您关心美国的相关消息，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同样的，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小夏看美国的相关报道还有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在法国巴黎的枪击案之后呢，许多国家的民众、官员还有媒体呢，都在同声的谴责恐怖主义，支持新闻自由。不过在中国的新华社却发表了短评说，新闻自由必须要有限度。许多中国网民纷纷批判了新华社的这种观点。VOA卫视记者江河在下面的火墙内外就要为您介绍有关情况。1月11号，数十万人涌上巴黎街头参加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伏尔泰大道上，法国政要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手挽手走在队伍的前列，示威者同仇敌忾，义愤填膺，表示他们对查理周刊罹难漫画家的支持，谴责恐怖分子的罪行。当天世界各地许多城市都举行了同样的集会游行，声援查理周刊。许多人手持我是查理的标语牌，展示万众一心抗击恐怖主义的决心。然而新华社当天却发表了一篇题为新闻自由要有限度的短评。文章称，殊不知世界是多元的，新闻自由应该是有限度的。世界上的很多宗教和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精神禁区，为了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是必须的，无限制的讽刺、侮辱与言论自由是不可取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答记者就新华社这一评论所做的提问时称，这是新华社自身的观点，并且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文明宗教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宗教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一时激起千层浪，新华社的短评引发网民对新闻自由要有限度这一观点的猛烈抨击。即使在受到官方严密管控的新浪微博，也很难找到支持新华社观点的帖子。网民宁湘伟在新浪微博说，却有媒体不赞成讽刺漫画的表达方式，但他们同时也会说，新闻自由的权利不能任由任何人、任何组织剥夺。被查理周刊讽刺过的欧洲各国领导人也都站在新闻自由一边，新华社是另一边的。网民范强、法特山瑟西普在推特上指出，也许中国网民不了解查理周刊，以为他只是讽刺穆斯林，其实也有不少西方主流媒体不认同查理周刊的言论，不在自己的媒体上转载他的漫画，但站出来说我是查理是基于支持言论自由的理念。如果因为自己认为别人侮辱了你就可以杀人，那么人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成为某信仰的维护者而无视法律。网民就是穿马甲的蒲公英说，一个信奉无神论的组织发表这篇文章真的很可笑，你们干脆连神的存在都不承认，还有比这对穆斯林侮辱更大的吗？笑死俺了。7月14号，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机构声称他们是针对查理周刊进行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从而使许多网民更加坚信这次袭击与新闻自由是否越过限度关系并不大。知名媒体人安蒂在推特上指出，在这个查理周刊事件上，谴责漫画冒犯的都是基地组织的自干武，人家是本拉登的传人，你再自律人家也是能找到目标报复的。由于巴黎恐怖袭击案与讽刺漫画有关，因此事发之后，许多漫画家纷纷作画支持查理周刊的漫画家们。惨案刚一发生，堪培拉时报政治漫画家戴维波普立即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幅漫画，漫画中蒙面持枪的恐怖分子不但枪杀了查理周刊的漫画家，而且声称是对方先拔出枪的。
戴维·波普说，今夜无法入睡，对我的法国漫画同行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这幅漫画在推特上被转推74000多次，将近40000人收藏了它。知名网络漫画家巴丢草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幅漫画，题目叫《漫画的法力》。他说，继续声援查理周刊，懦弱的人握枪，勇敢者握笔。另一位知名网络漫画家变态辣椒画了象征查理周刊的一支铅笔，他背后的持枪恐怖分子指着这支铅笔叫嚷道，我们找到了武器。变态辣椒在说明文字中用英文写着，对一些人来讲，漫画就是武器。被尊为法兰西思想之父的伏尔泰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说，有一种观点认为讽刺和亵渎也是暴力，是精神暴力。那什么是精神暴力？如何判断？什么标准？谁来决定？最后你会发现这很难达成一致。目前人类当然还不能超越复仇，但复仇也应符合人类整体生存利益的原则，那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以骂还骂。倘若你骂我，我杀你，那人类社会肯定解体完蛋。知名媒体人张文在新浪微博指出，不论查理周刊是否滥用了新闻自由，用子弹对付批评者则为人类社会不能容忍。那些为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寻找理由的人士，不是脑子糊涂就是居心不良。有些人企图借此案例去攻击西方的新闻自由，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垂头丧气。 Crestfallen 垂头丧气。 Oh my gosh, you look so crestfallen. What's the matter? 天哪，你看起来垂头丧气的，怎么了？ I got the results back from my doctor. It turns out my knee is as bad as it looks. I broke a little bone in my knee. 我得到医生的血检结果了，膝盖上有一根小骨头骨折了。 Huge bummer. 太让人失望了。That is a huge bummer.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heal? 啊，真是太让人失望了。要多长时间才能好了？ It is a huge bummer, isn't it? I'm so upset. It's going to take months to heal, and I can't run while it heals. 就是啊，我太伤心了，要好几个月才能好了。恢复过程中我不能跑步了。On the road to recovery. 在痊愈的路上。Well, at least you're healing and on the road to recovery. You just gotta be patient. Don't give up. You'll be out running again in no time. 至少你开始恢复了，耐心点，别放弃，你很快就会出去跑步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kind of situation would make you feel crestfallen like this? Okay, bye bye. 好，我们谢谢白杰。那么以上就是今天1月19号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节目。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呢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